我们现在用一个也稍微小一点的网，我们来看看这里有没有鲫鱼。来吧，这么大尖的，来，网已经撒下去了。哎呀，上茬上茬，来，咱们的西洋毛尖，看一看咱们的好茶。每晚都得喝茶是吧？哎，肯定了。不喝茶不上鱼吗？不喝茶怎么能上鱼呢？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必须茶要，有没有鱼没有关系，茶一定要喝。这个鱼塘啊，人工养殖的，不是，就是说，你看那个原文乾隆阁就知道啊，就是说像这种塘，就是说老家的那种，过年的时候把鱼塘清了之后呢，第二年呢，就是每家每户可能兑个三四五十粒，然后去兑点钱去买点鱼苗，然后又丢进去，然后等到。过年的时候再把它给弄起来，就是过年又叫做年鱼啊，撒年猪逮年鱼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懂了吧，兄弟们？懂了没有，兄弟们？就是给你们讲一讲，你看直播间都不说话，我哪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嘞？他们不知道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这个很多时候。像这农村的这种塘啊，都是不喂任何东西的，它都是自然生长的。以后我们这不能撒了，对，都这个很多地方野河都已经禁鱼了。很多地方都不准撒了，现在咱们在鱼塘里玩呗。对，咱们撒的是网，不是鱼啊，有鱼没鱼无所谓啊，只要有地方可以撒网就行了。有时候就是撒网，有时候没地方了就直接去草地上。去沙滩上。哎呀，这一网很干净啊！有没有鱼没有关系，茶是肯定要喝的。对，有鱼没鱼没关系、哎、啊，茶肯定是要喝的。